好的，各位朋友，现在呢，我人在，这个什么东西啊？我也忘记这里是哪里了，反正就滨江街啦，我在滨江街这边，就是那个很多人在那边看飞机起降的地方。好了，那么现在呢，快要十一点，没错，今天呢，我要出来那个跑那个午餐看看，为什么今天会想出来跑午餐呢？一来是我想做测试啦，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跑午餐了，这样。那之前我跑午餐，德山崎的这个业绩都不太好，但是我看有些伙伴午餐跑得不错，那我就在想说啊，会不会是我那个时候的地点选错啊，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吧？所以我决定再出来再试试看，再重新测试看看，重新把这个Uber Eats 这个 AI 把它练好哈，就是。养出这个应该讲说让这个 AI 建立我的 database 大概是这样。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听说台风下午到，台风下午到的话，那我晚上就没办法出来跑啊。那我现在周间趟量是45趟哦，这样45。所以三天时间，一天15趟，所以等于我的礼拜二的业绩最低标15趟，我要想办法把它弄出来，这样子，免得我这个趟奖又拿不到哦。然后这个 Uber Eats 工会大概又要好心帮我降趟奖，但是我觉得45趟维持好就好了啦，这样子就不要再低了，这样。好啦，那我现在在民族东路这个位置。要往龙江路走，待会龙江路就直走，一路走就是走到这个南京复兴的位置去，这样子。今天想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因为其实在我的经验中，其实，之前啦，我午餐，除了跑金站之外，也会跑小巨蛋那边嘛，这样。但是。后来是因为我小巨蛋那边的业绩越来越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有伙伴呢跑小巨蛋那边，这个生意不错。我想说可能我在小巨蛋不对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决定调整我的位置。好啦，废话不多说，现在要赶路过去因为现在是10:58这样子，10:58所以我要先一路赶到那边去要先上线啦，看看沿路有没有就是单可以接这样子。好的，不看后面，过马路没有向后面看这种行人其实超危险的，过马路一定要两边看啊，各位朋友。好了，各位朋友，目前我在民权东路上面三段上，民权东靠富北。那目前我刚把手上的最后两单把它送掉那跑了7趟，现在是12点，哎呦，单子又来了。现在我都会在这边去看一下可以啊，1.2公里送松山。好了，各位朋友，我要去接单了。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长春路跟东华北路交叉口，那我目前跑了15趟。今天的这个业绩达到了，目前是1:23，1:23，差不多也是午餐餐期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应该结束了，因为11点到1点嘛，2个小时这样。那么我想在这边等个5分钟看看看看有没有单那没有单的话就打道回府啦，今天就下班下课回家了那晚上我要看一下晚上要是有台风因为他们是台风路上警报说好像下午2点会发布啦，晚上要是台风到风雨有点大我就不出门，要是没有我就还是出门。我想说干脆不如就把这个45趟早点完成也是不错，因为台风要来了嘛。那么搞不好明天或后天不能跑不知道是明天还是后天不能跑，那么就会变得有点麻烦不如我就今天先多跑一点多跑一点。好，那现在我要去对面那边
哦，那边有50栏，我去那边等。各位朋友哦，才刚这个把那个录影关掉，马上就接到一单了。啊，这一单也是静静的啦。哦，2公里，呵呵，其实2公里已经算开始距离有点远了，因为今天我在这一区跑，几乎都是1.5公里，哦，都很近，哦，超爽的。啊，然后今天又无风，呵呵，好了，废话不多说，先去取餐。好的，各位朋友，这单也是静静的哦，就送到民族东路上面哦。那我现在就在民族东，哎，不对哦，我现在应该是在富北民权东中间这边哦。那我现在决定去那个前面那边找个阴凉处等一下哦，我想等等看哈，等到2点看有没有单哈，这样啊。应该会是这个麦当劳跟 Subway 啦，哦，反正我就等麦当劳或 Subway 有没有单这样子。好的，各位朋友，我本来是想说等到2点哦，不过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哦，过了5分钟这边没有单哦，那我想也不用在那边熬到2点了，哦，差不多可以下线了，然后。大概也讲一下，今天其实我也是要做个测试啊。测试什么？测试就是，哎，我呢，就是跑到这边来哦，就是这里是哪里啊？我天哪，民权东三跟富北交叉口这边哈，哦，从我家过来哦，这边到底我骑脚踏车要花多久时间？哦，因为这次是穿越大直桥啦。哦，所以那跟以往的这个路线不太一样哦。以往路线大概差不多要快半个小时才会到金站，那这一次呢比较快，我早上过来才花了不到20分钟我就到了，真的哇，我有点讶异这样子。然后呢，现在我想再看就是我中午这样子送的用电量，目前是已经用到一颗电池了，用掉一颗电池，所以我也要就是测试一下，就是我要回去充电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哦，来把那颗电池充饱哦，大概是这样。反正就是今天就算做个测试啦，然后 我应该也会多测试几天嘛，因为我觉得每天状况不太一样，譬如说像我今天我就 OK 在这边，然后离那个大直桥蛮近的啊，那说不定其他天我会被带到其他地方去啊，这个也不一定。那原则上来说，就是多测试几天，多记录一下，然后看看整体的状况如何哦，这样。而且今天中午跑得这么顺哦，今天中午其实算跑了16单，而且是算是无缝啊，最后一单不算无缝啊，就15单是无缝啊。哦，那还蛮令我讶异的，因为之前我跑了午餐好像也没跑这么顺，有啦，下雨天跑得特别顺，下雨天一定是非常的顺哦，这样子。好啦，那么就先这样子啊，晚上看状况哦，晚上看状况，因为还是怕下雨哦，怕台风啦，雨不大，我觉得也无所谓哦，这样子。